一到下课时间嘛是合同上快乐的，不过交警国小住伫旧社里的家长，若是要载囡仔返去，就要烦恼经过兴国路的时阵，是不是会拄到大货车？因为看起来是真危险。每天的那个早上啦，车子会比较多啦，因为接送小朋友那个啊，上下学啊，会比较那个啦。没有用嘞，烦恼就烦恼啊，无变啊，政府都无要做啊，无你怎啊变咯？这路口啊，来个啊，动车行顶，透早啦，车坐嘛是拢塞到足重个啊。无来摆，唔是讲不好啦，但是伊都设地较无快，伊就照常塞过。这第一线到台南旧社里的兴国路是交警国小学生上下课主要道路之一，不过嘛是未少大货车的频道。第一顶个月，第一学校甲家长的定金后，嘛第公告后设立禁止十栋以上货车通行的时间，不过效果无好，学校嘛希望警方下当斗三工。走在路边，然后大货车、大卡车这样进出哦，会威胁到学生的进出，哎，会很危险。感觉上还是一样有连接车或大货车。还是一样在进入，对啊，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说，是不是警察能够来再加强取缔一下？那取缔一阵子，是不是成效就会比较好？这样子。这十二月系列禁止标志，台南分局表示，进前是以宣导为主，现在嘛要加强开单告发咯。好，我们警方会持续来宣导，以外还会持续来加强取缔作为啊，确保车身国小啊附近啊协同及行路人的安全啊。先前我们是警方以维护周遭的安全跟宣导为主啊，后续我们将会持续来加强来严格来取缔。第一中途时间，台南分局嘛派员警方处理，第一整体时间内都有真侪违规的车辆，警方嘛呼吁大家要遵守交通规则，避免被开罚单。记者陈心长报道。